吗？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是。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是。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昌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脊形铁丝网。是。好。嘿，他妈的，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送美令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连长，稍息。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杨威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是，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这几天你们辛苦了。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是。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着你糟成个鬼样子。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个故事听吧。来吧，班长，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什么酒？六，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哎，对，连长讲，连长讲，会讲故事讲了。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连长，您快讲啊！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没有一个人回江南去。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的。他现在在哪？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我真想见见他。见到谁呀、啊？同志们好，首长好。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们，倒窜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风都挡住了。再再再。怎么不请我喝酒啊？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儿。什么？戒酒了？啊？小鬼，笑什么？啊？是什么？事情是这样，在某种情况下嘛，我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是。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看，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那你就留着吧。走，我们到梯上溜溜去。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是，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复杂的多，要困难的多。是，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司长，什么时候出发？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是。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乔班长的鞋，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谁做的？还能是别人？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哎，今年多大了？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布，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啊？没说话？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出发。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是，好，祝你们成功。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向我开！自己人，干什么的？八十二炮团巡江的，真扯淡！要你巡江，我们的炮兵是训练的，身经百战，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说的？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下次再碰上一炮心不下大家大马。3:45，离天亮还有一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是。
天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报话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散开吧。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路不好走。来了多少人？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报告班长，这个猪林子要不要搜啊？这巴掌大的猪林子也能藏下人？你们就是会磨洋工，把树林子一搜。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老家去喽。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就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来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联络上没有？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好好。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老妈妈，你听我说呀，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他是真的。老妈妈，老爹，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行行，咱俩，咱俩，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是啊。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还没有。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老妈妈，大军不久要过来。不久就要过来了？是啊。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就是当侦察员。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哎，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那我做饭给你们吃。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行，同志坐。哎，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有啊，离这儿不远。爷爷，有人来了。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是你呀、啊。可算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啊、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部落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连长，抓个舌头吧。回去吧，夜晚多辛苦点，告诉你们中队长要多加小心啊。是了，你老人家好走。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他随身就一个人吗？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我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嗯，哎，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这是妇人之见。就你本事啊，江委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你们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火圈，火圈，看看外头谁来了。是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是，是。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上哪儿去啊？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是我。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炸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叫车回去了。哼，怪不得人家都说您保安队是吃冤枉了。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我们啊！是，进去。啊，上去上去。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余种，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你是？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家门了，没关系。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这叫三月红。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板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你，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来不及问他。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你就是那个同志？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我。辛苦了，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到大军过江了。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行。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上前面砍木头去。是喽。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是啊是啊，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哦，你好啊，班长。不，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是了，班长。同司令，把这里一定要做好。是是是。啊，就站着，去吧。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卖姜烟洋火桂花糖。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6万。嚯，这么贵啊。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就在灯标那边。好，那我管不着。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使馆，灯标这边归86使馆，两档子事。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换一盒吧。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叫猫叼了去。
毛处长有事吗？随便溜溜。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是。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是。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说！庄稼人敲打磨肩膊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是啊！成天摆布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是。皇姑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五号情报，4月17日。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是。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是。画是你搞的？不是啊。是谁？是刘队长。什么？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唱个唱个。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你的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放在这儿。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他真用功啊。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那他进步得真快。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不，没有事。
快进屋去。快点，快点。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在世的时候常躲的地方，快进去。快进去。笑大中，你乱叫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看见的，往那儿去了。走。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今天已经19号了。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快点，快点。
先把朱丽丽人处理一下，然后在南边三岔路口等我们。四五年不使唤他了，方向盘都有点掌握不住了。拿布回来。八十是工兵营的，干什么来的？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用木料。你辛苦。嗯。老将，借个火。我有。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那没心烦。报告参谋，团长叫你。好，老弟少陪啊。好，再见。回见回见。又碰见那伙敌人了，不要紧，我们脸上又没刻着字儿，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开快点。嗯，哪部分呢？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是几等用木料。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李国栋。参谋长呢？郝子海。工兵营长张鹏飞。您呢？第二连连副江彪。Thank you.
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请毛汉赶快开渡了，越快越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是。不要留一个活的。是。这一次。这一次。我敢向您保证。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轻步兵把你尸首抬回电木。不用发报，直接通话，这样会给敌人清点。执行命令。是。谢谢。我朱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查字好了，讲话好。好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渡驾墩正南1200公尺。敌人，柴寿，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你回答我的话，你回答我的话。立刻向镇长报告，敌人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孤牛山上，天黑以前解决战斗。是。
我们被包围了。我们先控制住山顶，天黑以后再说。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是，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知道。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是，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连长，只要我们不死，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是，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
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拖出去。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拖出去。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那你呢？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再见。
准备手榴弹。连长，我得讲了。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那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是。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连长，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是。
什么？共军全线渡江了，给我死守！再见。